六号我们就可以约会了。5月6日，帅气的霍建华约你一起看《筑梦情缘》，两天后不见不散哟。5月6号，我们就可以约会了。5月6日，帅气的霍建华约你一起看《筑梦情缘》，两天后不见不散哟。5月6号，我们就可以约会了。5月6日，帅气的霍建华约你一起看《筑梦情缘》，两天后不见不散哟。